南斯 USA Today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本月初湖人先发南斯 Larry Nance Jr. 因左手掌受伤高挂面战台，总教练华顿 Luke Walton 表示，南斯的伤势复原良好，明日对战快艇的比赛将有望复出。华顿表示，南斯替球队做了许多贡献，非常开心他能回归，他的出现对球队来说绝对是一大帮助。华顿接着说道，南斯的防守较其他球员稳定，这很显然是因为他在联盟的经验较其他球员还久，这对年轻的球队来说非常重要。南斯在高挂面战台的期间，由新旧库兹马 Kyle Kuzma 担任先发。日前华顿在受访时才表明，若南斯的状况稳定，找不到其他理由不让他回到先发名单。往后华顿将如何在场上调度，必定是许多球迷关注的焦点。